可以给我十万订阅吗？不好。大家有问题要问我们吗？打出来留言哦。今天是珊珊的生日，去整一个玩具吧，这好可爱哦。你们想买这个吗？想。有。快了，快出来了，逃出来了。哎呦！再动我！加油！哇！双胞胎！哇！好可爱啊！孵化了，哇塞！现在是雏鸟期，新鲜可以喂食。那这样子来示范，喂它。我看到。蓝色是在烦恼，把它拍拍，它是在烦恼，跟它摸摸。没有，它头扭到是不是啊？按它鼻子可以搔痒它们，给它估计一下。还笑不停。对啊。哎，感冒了，要咳嗽了，拍拍他们，稍微有点重吧，我觉得。有他吃东西，这样也可以吃。按鼻子，生病按鼻子。哦，找到了，Happy birthday to 珊珊，下个月换你生日。看他有什么？Hello， 你好吗？他说不好了，可以给我十万订阅吗？不好。你是在整我吗？骗我！我们是快乐的家庭。啦啦啦啦啦！我的名字叫露露，阿弟的名字叫珊珊。露，Happy birthday to you！ 长大。在这里玩游戏的，珊珊，玩游戏吧。开始。但是电脑，来粉红色猫鼻子。三，生蛋，对啊，生了十颗蛋。等一下变颜色之后，好像就可以把它剥开吧。哇，卤的已经变红了。哎，剥了。哇，一个猫。那天猫，那卤里那只呢？它在里面赖床了。好可爱哦！我来拍一张全家福。耶！耶！好，谢谢帮我们。Yeah!